连日来，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装甲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，他们将单车技战术运用及突发情况处置融入考核全程，检验部队的火力打击能力。全军注意，穿甲的正前方敌坦克歼灭之间。参考车组驾驶战车快速前出，射手需要快速搜索发现目标，瞄准跟踪测距，行进间对不同距离的固定和运动目标实施精确打击。这十分考验车组之间的协同配合，需要我在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将指令传达给车组，从而实现战斗车组随打随走的战术协同。为提高考核难度，考核组将不同靶标设置在丛林内，并临机导调各种敌情，参考车组自主选择打击方式，灵活处置各类突发情况。考核中随机目标的不确定性给车组成员带来了不小的考验，考核前我们有针对性的对车组协同配合处置敌情进行专攻精练。夜幕降临，视野受限，给参考车组装备操作、目标搜索带来极大困难。车组成员利用车载夜视装备占领阵地，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。连续多天的考核中，这个旅加大强度和难度，在各种天候、不同地域，对坦克驾驶、实弹射击、指挥通信等科目进行专攻精练。这次实弹射击考核，我们通过射真场景、射降对手等方式，倒逼官兵在危局、险局、难局中想对策、练打法，检验车组成员密切协同、灵活处置突发情况、快速机动应战打击的能力。